皇上，你咋没给我打过来呢？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呢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我是咋的呀？啊！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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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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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他妈咋的了？没有价值，你买以后来个玩儿的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逼！王哥，你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完今儿没问题的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现在就行。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集金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去你妈！